Hello，今天我们点的是那个空肉饭。啊，你吃上菜，你吃。你吃。他们是两个人要掉哪？一个给我、啊，一个给我掉。哦，你给是。要点到矿肉饭，它还上面那个单点的剩没有多少个，还剩鱼排、咸鱼、猪脚、柳叶鱼，没吃过而已。再等这几天就吃光了。来，你直接看那个，我们上次点的那个客套鱼也不错啊，咸香入味，这不用讲了，固定一样。那你吃下那个空吧，空吧。感觉我有吗？我看一下，啊，先看，欸，感觉有了。其实吃这个就是空吧，就是要吃这个肥肉这部分。我先看，两个猪排大小。哦，鹿角吉哇，水准哦，真的是鹿角吉哇。好吃，就是肥肉啊。不过今天饭一样有点硬硬的，比较不喜欢硬硬的。好，入口即化。我刚吃上瘦肉的部分，不用了，吃上瘦肉的部分，人家会卤就是这样子，你看，就瘦肉的部分，好吃的。那瘦肉部分也蛮好吃的，瘦肉亮亮。肉燥蛮香的，这块那个空肉好吃，还不错，加换一点，你不敢了，我喜欢跟的，你不喜欢吃肥哦，一人一半了，肥肉一人一半了，一人一半就好了，一人一半。肥肉我敢吃，就是你要这种卤到这种程度，我是敢吃，真的。这个丢就好了。不要啦，吃这么大的。给你啊，我吃这么大。啊？就这样就好了。就这样就好了，会不会太委屈你？不会。不会了，好了，就这样子，好，拜拜。